然后谢谢大家陪伴。然后2019年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收获的一年。然后谢谢大家。20岁我还比较期待啊，我觉得这个算是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。嗯，我反正挺期待的。不管是过去的十年，不管是过去的十年，还是接下来，哎呦我的妈！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